吃饭了。艾米，我看你是否喂了。我操！大口吃。鸭子还不一样了，有的省，有的钱。对呀、啊，再准备一点，再准备。你吃饭去。好，去吃饭吧，去吃饭。去吃饭。小孩不好看，哈哈。是你的是吧？啊，是吧？省了六个，那么厉害的。去吧，吃饭去。嗯，不行。那丢等表扬，省六个啊。真厉害啊！给我学的。看小雪子也状态不是特别好，肚子是越来越大了。嗯，不管要是吃着的，然后裤子也是抽着的，这个还得带医院去检查一下。就是那只扁木，我看了一下，也关上的伤口现在有接近2厘米深了，伤口还是太深了，还是到医院里看一下，别回来再耽搁了，再耽搁再出其他的问题。你是怎么睡呀？啊？小雪肚子病。一直吃着，一直变大，你说这种。小雪啊，后腿这两天，可能是肚子的原因，它开始磨破了。嗯，体重大，哦、腿支撑不住了。又吃羊奶粉了是吧？你先嘴。走，小雪。就扎嘴巴上去了。我没敢给牵过来，我用笼子给带过来。脖子，最主要是脖子，它后边有点伤口，那点倒不太影响。那脖子上你放里边，先放里边吧。脖子哪？脖子底下。能看到我的？别摸，来烂了，烂了，是里是怎么回事？得有接近2厘米深，我天，没那么脏。咱是油漆、啊。都是油漆，天，你往下面。深吗？你看这是绳子是勒吗还是怎么回事？看着像是勒的。勒的、嗯，那就长时间拴着搁那里也不稳，那狗绳给勒的。对。院长，你给看看，这个肚子啊也是天天给抽，那后感觉也是吃着了，这两天越来越大了，那怎么弄呀？这个？多抽点。再多抽点。对。一天都抽一斤还多，现在。一斤不多，这个它这个比较大，这个3斤左右的抽，贫血颜色还可以，嗯，不贫血，嗯，但这个抽这个数据，它不是你抽出来多少，还是会继续生成多少，它只是给它做一个减轻一个数字的负担，对吧？对。这个肝还有什么办法吗？抽了后感药？绝不敢，现在没有办法，那只能还是这样。躺会儿，等会儿起，先不起、啊。先休息一会儿，是刚做完这个。你看，头上也有伤口。多休息一会儿，多休息一会儿，这马上节还没过，这临时性的就喝不了水了。对。晚一点再喂你哈，再晚一点，睡会儿，睡会儿。这个扁木的一个情况，你感觉没有太大的，这个情况怎么样？它是皮外伤，跟电视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它就是脖子。它只要这点伤口别继续伤到伤那个气管就没事。它住个几天，涂药看看，如果能稳定了，就是开始锁药了，嗯，就可以带回去涂药。
它完全的好肯定没那么快。嗯，它没有两周三周，我觉得它不可能完全的长上去。那么长，它愈合的会比较慢。但是肯定是他说没也没有什么生命危险，我判断用药之后它就会逐渐减小了，它不会越来越大。那还有一个比较担心的，你看小雪她这个样，来来回回都来医院来那么时间了，她这个肚子护肝药包括腹水一直抽着，她这个关键是阻止不了她这个继续生着这腹水，这怎么弄呀？这个肝怎么能给彻底恢复呀？要回去没有办法。肝脏不好引起的腹水，就是说这种情况，我们用药，比如当时治疗嘛，吊水它有好转，但是这个病的话，从根本上来说，只能说控制住。嗯，是他是不可能完全的康复的，因为他的肝脏是受损的。因为我现在感觉到什么，我感觉到他这两天的状态就是说没之前那么活跃了，我也在担心，我可能，那我就可能现在能做的就是说继续给用药，再给生活质量给提高一点，吃营养高一点的东西，然后这个腹水，你先每天都给他抽个2到3斤，嗯，就多抽一点，然后舒服一些，舒服一些，可能就吃的会多一些。就有利于他的恢复。保肝药的话，你现在可以给他加量。假如说之前吃这个2片，你现在给他吃3片或者吃4片，这个量本身没啥。行。状态也可以，口腔的颜色也可以，没有出现这种泛白、发黄的情况，还是这种红色的。你看这面膜，还得舔到。我尿了。哎呦喂，这刚多大会儿？刚多大会儿？你看，哎呦哎呦。这水现在还不能给喂你哈，你这个打完麻醉药，你过一会儿喝，过来，洗。好，他其实可活跃了。脖子上不要碰啊，这个留着针不能拆，知道吧？啊，你这个是脖子上有伤口，这个不能戴头套，但你不能去拆。哎呦呦，跟我说。啊、哎，好。哎，我说，我看看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天，你怎么这么聪明啊？来，再来一下。那不行，他得看看外边。受罪了。